Tiens! Ça va?这药在哪儿？包里。这包怎么打开？包怎么打开？给我！好点了吗？没事了，坐。怎么着？没事，我补下妆，补下妆。塞罕坝的野花没事，北京的鲜花有毒啊。塞罕坝是温柔乡。对了，杨璐怎么样了？你确定这会儿要聊这事儿吗？那我们该聊点什么？那就聊聊王一楠吧。杜恒被转岗了，因为上次系统故障的事儿，他最后担了责任。转去哪儿了？去了四川的大小凉山，安装基站去了。从头到尾没听他说过一句抱怨的话。这兄弟。吃了啊，吃啊，都没肉，健康。这真的没你妈包的饺子好吃，更没有猫耳面香。我跟你说实话，我到现在还有点恍惚呢，感觉塞罕坝就像是一个梦一样，稀里糊涂的就把你拿下了。我可是明明白白把你拿下了。谢谢。知道我为什么要逃离北京吗？没问题。因为你。我。我不说实话。我告诉小乐我去哪儿，是想着万一你要找我，还有那个点地坪的照片，我是不是有点心机哥？
那你知道我去塞罕坝是干什么吗？你说。我想当面跟你说谢谢。你记得你没说呀、啊？现在还来得及吗？来不及了。哎哎哎哎！已经是第二杯了啊！你平时这么喝酒吗？今朝有酒今朝醉。也许过了今晚，我们又会成为敌人，杀得你死我活的那种。电影里怎么演来着啊？那哥们说台词是：“出于对你的尊重，我绝不手软，以命相搏。”边残亮的鲜血流成一处，来年开出怒放的野花。别提话，我要打喷嚏了。塞罕坝的野花。敬一下塞罕坝的野花儿。敬！啊！先开机，还是先亲我呀？都不想。那我就走了。告诉你什么呀？你说告诉我什么？